你打野战了。Espresso coffee tastes mighty good. That's not the reason why I've gotta get back up to that sugar shack. Whoa, baby, do that sugar shack. Oh, there's this cute little girlie, she's a working there. 发现一个不错的角度，抄家伙。因为来回跑太累了，也比较费时间，所以我的拍摄基本都是一次完成，甚至连回放都不看。我确实也喜欢露营，但相比露营更让我享受的是骑着摩托车时在路上看到的风景跟拍摄后的喜悦。找好构图，再戳上两下固定着，调整曝光，调整白平衡，该调整的都调整，各就各位，三二一，咔刺咔刺。拍摄完成，灰溜溜的又回来了，搞了半小时就为了这几秒钟，也不知道图个啥，你就当我图一乐吧。我相信你们关注我一定不是因为我 BC 有多牛逼，而是一种对彼此的认可，因为我们彼此都对生活抱有憧憬与向往。我是不是有点太装十三？算了，不管了，反正你没有打不到我，嘿嘿，无非。黑吹黑吹黑吹，好家伙，又快傍晚了，帐篷都还没搭起来。された女の赤い血